杨哥，我送你一程吧。查查查查复活。跟亮亮哥说的那话，再对自己说一遍。送你一程。来，超越你说两句，我听听。我很认真的跟你讲，你要知道，一个队伍容不了二轮，你知道吗？要么就是李佳伦，要么就是我邓伦。是你说什么都对，你不能跟他们学坏了。你们一定要买，有孩子的要买，没有孩子的先买着备着，以后也会有孩子。对，只要199啊就可以带回家，只要199。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买不了上当，那种打在山里边的傻媳妇儿。哎呀，你们干嘛呀？他们一直在说我像傻媳妇儿。是，但是三个老哥哥，然后鉴于你三个老哥哥，三个老哥哥，杨哥，哥哥哥哥哥，杨哥，月哥，月月，超哥，超哥，把那个天调一下颜色可以吗？那个杨导要求后期换背景，把天的颜色整个换了，天的颜色换成蓝天。杨导再去拉点赞助。哇，上哪儿拉赞助去？然后这个执行导演，到时候请你们吃饭啊，到找他报销。因为我觉得吧，要不我们还是买一杯吧，因为各位哥哥脸也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，得靠点氧化了，太靠氧化了。那就买三杯，两个人喝一杯。那我跟谁喝一杯啊？你跟爸爸喝一杯。啊，多少钱？我请你喝。要给钱，要给钱，去去！我这个给超越妹妹写的啊。哦，那你在等超越是吗？没有，我都在等，啊、我都在等。第一天超越没来的时候，就我们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好的融合。就是有你的到来之后呢，感觉我们整个这个队很生机勃勃。我给你勋章吧，一点事都没有，没事。啊，我。大哥，你太拼了，我打不过你，太可怜了。乖一下吧，乖一下吧。你快用酒精棉消毒一下，你这要不是伤口里全是洋葱味儿，回来。吃了，都入味儿了。我给你别上了，你有十块钱。你还没赢呢，所以我受伤就赢了。啊、嗯，不是，这个有点哥哥有点就是欺负你的感觉。虽然我自己说手上稍微挨了一小刀，对吧？但是这问题也不大，对吧？那要不然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很多人说超越幸运，但今天跟他聊天，他分享自己的经历，就是因为他的勇敢、他的坚持，然后他的乐观，造就了今天的他。虽然是幸运，但是我觉得我有好好把握好这个幸运，我在努力承受这份幸运。然后也希望大家，如果幸运降临在你的手上的时候，要好好把握住它，然后珍惜它。好，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。嗯，跟我的妹妹一样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哎，就是，哎，我的，对不起，我的，哎呀，就是因为我的妹妹，我看到什么好的，我都想给她。但是，这两天其实你的愿望都有努力帮你实现，但是以后的愿望可能我没有办法，就是。时时关注到你，然后没有帮你实现我，但是我希望以后你能靠自己努力，把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去实现到。我说过了，你成为运动员之后，我还期待你给我一个签名呢，对吧？而且我觉得那些骂你的人，他在时刻督促着你前进。哎，这个好，老妹加油啊！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加油啊！杨超越姐姐，我喜欢你，我长大后也想像你一样。长大以后，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。明天你好，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。每一次哭，又笑着奔跑。失去，一边在寻找。明天你好，声音多渺小。
中跌倒，明天你好，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，每一次哭都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，是什么？